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就参存一栋大楼的建设，必须对地基开始做起。如果咱无平等心，那呢如何发展无私的慈悲心呢？所以平等心是上根本的基础，也是佛教修行者上高尚的表现。会伤害咱菩提心甲慈悲心的，就是自私甲傲执。咱爱时时保有一颗甲空性相应的心，尽量放下自我，经常思维引起成空的真谛，如此才有蜕变的可能。为了培养利他的慈悲心，每天至少一摆，利用一点时间来念诵有关激励菩提心的经文、论文，或者是原文。当咱为某一件代志感觉到愤怒的时，
可以先试看看，把心静下来，思考清分将会带来的坏处和负面能量，如此深入持续的观想，让清分降到上低，然后再试着和爱和自卑愈发精进，愈发增长。慢慢将会到成功地减弱易怒的脾气，并且增进自卑的内涵。弥勒菩萨曾经发愿，愿我将来成定正觉的时，制定一切佛祖不得失败的戒律。而为着要较早迎接这位未来佛的来临，愿咱拢会当开始受持。受持制造平安吉祥，受持会当将祥和之气带到家庭、社会乃至全世界。受持会当予咱身心清净，并增长慈悲心。当咱身心达到一定的清净佮调流的时，智慧嘛将自然地得到增长佮明利。
古德在《涅槃经》中讲，一切佛祖不得食肉，食肉就断慈悲种子，食肉者非佛弟子。这是佛陀的金口良言，咱应当深思并且依教奉行。好慈悲变成一种习惯，就好比平时吃素的人，一旦无细腻吃着草，身体一定会感觉到无爽快。同理，一个受慈悲心的人，如果内心存有恨意、无愉快等等念头的时，也真容易向内反省和自责，并且使自己真快速地再度安住于慈悲当中。佛印禅师曾经甲咱开示，如果希望上升西方净土，人品正常，该安怎做呢？就是念佛、食素、兼奉行，必到西方上品会。只要咱会当力行戒杀、食素、护生以及念佛，累积资粮，就会当净除一切障碍，上升佛国净土，人品正常。